我是阿布宽德斯卡。哎，天地地，我的媳妇，金露德斯。私はスサノズです。可愛いね。不要出来了。我是牛婉凤。牛肉丸。牛婉凤。牛疯了。牛婉凤。嗨。嗨。阿毛呢？今天来到台湾呢。觉得你们台湾的人很喜欢把泽伦推来推去呢，推来推去之后呢，就分成两边来对抗呢。然后我们来自日本，我们的角度比较中立呢，所以说我们在日本演了一部电影叫做《Hero》，在里面都是演检察官呢。我的希望 ，Kenji 上的。嗨，阿里亚多。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来分边，我们现在也来对抗，但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采取辩论的角度呢，分成两边，我们来辩论，看前一阵子你们说这个戒烟的问题，到底是戒烟好还是戒烟不好呢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猜拳，来分边。阿斗 ，safe， 有有有有，哪敢呢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哪敢？我是中年的日本男人呢，啊呢，剪刀石头布掉，将军不好。那你代表正方 ，OK。我们输了，我们代表反方 ，OK。我们说戒烟不好，那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先来讲。好，你先来。戒烟不好，因为呢，你如果没有戒烟的话，你走在路上遇到总统想呛虾就可以呛虾。嗨，戒烟真的是不好呢，因为戒烟以后晚上就不能够去吧里面去喝酒呢。哎，说哥，我也觉得戒烟不好呢。因为如果戒烟的话，这样想唱什么歌就不能唱了，没有禁歌的问题了。非常好，你，换你了，换你。戒烟很好，就这样子吗？因为不是的，对，有有卡，有卡卡，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帮你解围哦。没有戒烟。讲话呢？今天来到你们台湾呢，你们今天讨论的话题，是在讲分一国两制的事情，所以讲到一国两制就要分成两边呢。所以我们也来分边，我们用猜拳的方式来讨论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你们之前有一个女艺人被爆料说以前有在酒店上班呢。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们来辩论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是检察官。我的希望看见上台。嗨，现在我们就来猜拳。将军，不，好，你输了。那我们赢了，我们先来讲。好，来，你现在开始。我觉得好，因为呢，如果这样以后有导演找他去拍戏或者是拍电影。如果刚好演的是酒店小姐，这样导演比较轻松，就不用教了。嗨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假如一个女艺人她之前有受过酒店的训练的话，这样她什么场面都见过了呢，什么场面见过了以后，什么样的表演就不会害怕，就不会怯场了呢。阿里亚多，我也觉得在酒店上班很好呢，因为可以学会划拳，这样以后上节目又可以用。然后也算是一项才艺呢。哎哎哎，换你换你。我觉得酒店。阿斗，师傅，有有有。